大家好，我是 S 医院花坛永春汽车，我叫薛仁硕，今天特别推荐这台2020中华凌力 A190 自排货车。来，可以拉近看一点，来，你看这个车头，无敌铁金刚的霸气。来，可以再拍近一点，你看这个保险杆是不是跟新的同款呢？再来看一下雾灯，还有大灯，你看这个镜面是不是跟新的一样？再来看一下我们轮胎九成新，因为这台只有跑7600公里而已，对，一手车又延长保固。看一下车侧，特别介绍这个金湛蓝。中华汽车它在推出自排 A190 的货车哈，推出这个新的颜色金湛蓝，也是销售量占比最高的。看看今天是做哪一款？看一下车斗，这个车斗的部分哦，难免有一点点脱漆哦，是因为它是公司行号用贴纸贴下去。好，哎，我们把它拆下来，难免会伤到，这是正常的一个使用磨损。因为它是做铝门窗的哦，所以整个车斗不太会去伤到。看一下。好，是不是值得推荐？对，来，值得推荐的2020 A190 自排货车，自排，重点要说三次。我们这台我们的网络优惠价是468,000，哎，那这台车是精装版的，它新车价是534,000，啊，多了原厂的前后侧入加倒车显影。所以我们现在网络优惠价只要468,000。科长今天来试驾这一台中华凌力 A190 自排货车。哦，哎，自排货车哦，非常稀有哦。自排货车，来你看一下，它是2020年出厂哦，所以你看里程数只跑7640。哎，他为什么会换车呢？因为第二代他儿子退伍回来，跟他一起做铝门窗事业。去了买这台之后，儿子加入阵容之后，哎，生意大好。后来那个整个载货空间不够，所以就换一台德利卡自排的货车。哎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去买到这么漂亮、原厂保固一手车，而且只跑7640公里。好，好，要试驾之前，我们先来看到基本配备哈。来，前行车记录器。好，再来看倒车显影。对啊，这个都是原厂的自排。稀有自排哦，方向盘快控键，还有定速，哎，配备比照轿车，基本音响，基本的冷气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打低档哦，好，准备出发，感受一下中华凌力 A190 自排变速箱。这台车从上市到现在哈、哦，两三年了。它销售一直很稳定，而且是独霸市场，占市占率90%以上。轻型车里面哈、哦，自排算是接近99%的一个市占率。好，你看一下，欣然，你有没有感受出自排启动的时候车辆很平稳？有，非常的顺。起步有没有很平顺？有，而且跳档的时候也很平顺啊、哦，像没有那种顿挫感。跟早期中华凌力也有出自排车。哦，那是旧型的变速箱，那时候的表现不是很优。但是这种新型的 A190 的自排车哈、哦，开起来，你看现在已经换到四档了，我发觉车子跟在开轿车一样。而且这台 1.5 的全新的三菱引擎哈、哦，引擎很宁静，而且你看油门一加，哎，那种马力跟扭力马上表现出来。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开自排车呢？因为你红绿灯多哦，你开车比较不会累的。你看自排车它降档的时候相当平稳哈、哦，从四档降到现在一档，转弯的时候车子转弯的时候它的回转半径表现也很优，而且又有循迹防滑。这台就是嘉刚人咧讲的碳纯发财车，主白碳纯发财车。中华凌力 A190 在自排车的市占率里面啊、哦。轻型车的市占率里面占99%，哈哈哈。好，新人科长，好，我们谢谢你帮我录影哈，我们已经要回到永春汽车了。整个开下来的时候，你对这台自排车的感觉如何？非常的好，这一定很快就卖出去了。这样哈，你预计多久？大概一个礼拜以内。好，一个礼拜，哎，那可以叫秒杀吗？哦，那一定是完全秒
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信仁科长，好、哦，谢谢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，再为我们永生汽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